俄罗斯圣彼得堡今个月19号降雷雨，天空劈下嘅一道闪电击中无轨电车嘅电缆，大量火花好似雨咁从半空中倾泻而下，出现吓人嘅电光雨，路上行人吓到呆企，一秒之后先至识得走避。好彩炸出嚟嘅火花并未造成人命伤亡。有目击者形容，之前从未见过咁嘅景象，电光雨可怕又惊人。当地传媒报道，这场大雷雨在圣彼得堡损坏了9部汽车，还造成一个市民受伤，同时有62棵树被强风吹冧。